大家好，我是光滩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巨好吃的龙虾意面。龙虾先放在冷冻放个十分钟，这样它会睡觉。然后在这里有个匙子，就把刀插进去就好了。之后就把身体和头分开，钳子也一样分开。这个黄和脑子我们要保留一下。那我们在开水里面先放钳子，先算两分钟，在里面放身体，再算个五分钟。煮好后放冰水里，龙虾肉处理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龙虾酱。那现在又热了，开始冒烟，就加龙虾壳，大火翻炒一下，到锅底有这种金黄色。那我们现在加蔬菜，洋葱、细芹、胡萝卜、一点大葱、大蒜、黑胡椒粒。在大葱里包荷兰芹的根、百里香、香叶，卷起来，用绳子扎紧，放入法式香料包，一勺番茄膏炒两分钟。我们现在可以加番茄。再翻炒。那我们现在要加白兰地，一小杯就可以了，很香。白兰地挥发掉之后，加一大杯白葡萄酒，浓缩大概五分钟，加入开水抹过龙虾壳。那我们现在小火要煮大概一个小时，不用盖盖子。香料包拿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在粉碎机里面放龙虾壳和龙虾汤一起打，这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热的容易碰出来。打碎后过滤，不要浪费一滴金黄。这个汤已经蛮鲜，但是我们要浓缩一下，让这个味道更浓。那现在这个汤汁已经很浓很浓了，我们在里面加奶油，大概一大杯。我们现在要再浓缩一下，这样就很完美。现在这个味道已经很鲜美了，就不用再做任何调味了。这个龙虾的黄我们先放在一个杯子里面，加一点点水，就先把它打碎。那这个东西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有食欲，但其实很好吃，很鲜，而且这个加在热的酱汁里面，它会有像一个勾芡的一个效果，酱汁会变得浓稠，而且颜色从绿会变一个漂亮的橙色、红色这样的。我们去一点点龙虾酱，一边打一边倒入龙虾黄，酱明显浓稠了，而且颜色很好看。煮好的意面放平底锅，加一点黄油。加龙虾肉，倒入做好的酱汁，拌匀就可以了。最后撒一点荷兰芹碎，Parfait。好，那我来尝一下。那这个面就做起来不简单，步骤蛮多，但是真的真的值得的，特别好吃，就那种很简单的甜味，很鲜很鲜的，真的强烈推荐你们试一下，在家里周末有时间就慢慢来，一个下午做这个菜，真的晚餐肯定很有感觉的。